大家好，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就是墨尔本邦斯德的一个叫做听谱创造的火锅店。这个听谱创造火锅店是在墨尔本是华人界里面的很火红的一个是火锅店。这边呢就是经营了很多年，也开了很多的分店在墨尔本。它除了就是汤底做得好呢，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它是可以就是自己就是制造这些自己的酱料，就是然后就选择一些菜，然后就可以酱料跟菜一起配火锅一起吃这样子。今天我就叫了一些青菜跟一些肉，这个肉就是我会先放在这个清汤，因为我觉得先吃清汤然后再吃辣的，这样子味道会没这么重。这个可能还要再煮一些时间，因为是肉的关系。然后我就放另外一些，这个是鱼的饼，我先放这边。好啦，现在要等它煮熟，然后我再点这个酱料。好啦，拜拜。